婆婆，海南的荔枝成熟了，我们去海南吃荔枝啊。海南那么远，我才不想去呢。要不你去弄点荔枝回来，我给你做五种荔枝的神仙吃法。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那我们就开始喽，先将荔枝清洗干净。第一种，荔枝蘸酱油，直接吃不好吃吗？哇，好好吃啊！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来，第二种，给去掉核的荔枝放入芝士、裹上淀粉、鸡蛋液、面包糠，下锅炸一下，捞起，香香脆脆，一口塞进嘴里。哇塞，居然还会爆浆！别着急，等会还有呢。第三种，荔枝去核，放入冰块模具，倒入酸奶，放入冰箱冷冻，冻成结实的大冰球子，然后再一大口塞进嘴里。哇，凭良心也是绝了。再来第四种，冰块、荔枝、柠檬、蜂蜜、气泡苏打水、红酒，然后一口气咕嘟咕嘟喝个过瘾。好新鲜，这么热的天简直就是解暑神器啊！这么新鲜的荔枝，你上哪找的呀？上京东搜小哥优选，直接从荔枝产地摘下，送到你手上，全程还冷冽。